新民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天娱围棋为您带来的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三轮第二场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路。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黄一中老师，黄老师好。小佳你好，新民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选了争冠区和保级区的两场精彩的比赛。那么，先跟随我们的镜头去前方看一看。比赛依然是在长兴进行。是。对。好，那随着名次的揭晓啊，赛场的这个棋手呢也在逐渐的减少。然后丁浩呢是今年状态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棋手，拿到了3个杯赛的冠军。那他今天的对手朴廷桓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韩国有名的很厉害的棋手，然后是党一飞九段，党一飞是成都队的。他们是常规赛的冠军嘛，但是他们在淘汰赛里面第一轮，第一场输给了1-3落后于这个龙渊明明成，城，杭州队，对。这是成都队的小将涂小雨。是的，龙渊明城杭州虽然在常规赛只拿到了第5名啊，但是一路走来，像昨天呢也是3-1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这个右边这个就是今年发挥出色的这个小将金宇澄啊。对，龙渊明城杭州在季后赛能保持这么好的成绩啊，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一路也是战胜强敌，特别是在昨天，快棋当中战胜了朴廷桓。确实是让人有点意外啊，今年发挥这么出色。我们看到的是对到外援的话呢，会在网络上进行。这一盘是米玉婷九段对阵申真旭。米玉婷所在的江苏队呢，昨天也是1-3，所以今天的第二场对于他们来讲也是必须要在主将上拿得3-1啊，或者是全部获胜才能够挺进下一轮。这个是苏泊尔杭州队的连笑九段，陈贤。江苏队。确实，对于已经取得3-1的优势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对，1-3落后压力就很大了。对，所以争冠区的第一场啊，都是比较比分比较悬殊，反而保级区这边呢，昨天都是打成了2-2平，对，然后今天就更加的激烈了。有一种点球大战的感觉，就看今天这一场。黄云松是江苏队的，然后他的对手李清成九段也是出了名的快枪手，是苏泊尔杭州队的。那当然，这两支队伍都拿到过我们围甲联赛的冠军，是，也都一直很有实力。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争冠区啊，也就是成都对阵我们杭州队的这个朴廷桓对丁浩的棋局。是。好，那我们先进入棋局，这盘棋是丁浩的黑棋。因为这盘棋呢，实际上丁浩如果赢的话呢，就已经晋级了，就对。是杭州这个龙渊明城队，所以这盘棋非常的关键。是的。作为3-1领先的杭州队，只要今天如果主将可以获胜，那么相当于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这盘棋非常的重要。那对于成都队来讲呢，想要这个逆袭啊，也是第一步，必须要赢的一场战斗。是，成都队今年也是奔着冠军来的，他们也引进了很多的内援，像涂小雨这样很有战斗力的新秀。对。现在呢，黑棋一上来就先点了一个角，对，这个也是比较积极的感觉。通常我们可能是先各自占两个角，摆开阵势。但这盘棋丁浩是一上来就先点了个角，这样的话呢，白棋选择了在这个角定型，双方呢就进行了一个站角的这个位置的变化。其实占这个小目的感觉也挺一般的，正常的感觉是往这边走或者星位啊，因为毕竟这边是一个2路，这边再走一个3路，总觉得有点不协调的感觉。其实，但是可能现在这个 AI 的发展，它也就是和对这过个去的对的感不一觉也样。略有不同。对，如果按我们原来的理解，就是这里出头了，这条边的价值应该不如上边大。对，他可能就将来还是觉得这边也是很大的价值，比如说你走，我就兼一个。对，比然如后说你未来猜，我再一对，步一再步兼想。起来，这边价值还是挺大所以这盘棋呢是选择这个小目，然后白棋先单关高的，守一个高跳手脚。
其实这盘棋大家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盘棋啊，主要是丁浩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这个连拿三个冠军，一下等级分飙升到第三名，而且这个状态感觉上有点势不可挡的感觉。是的，对，其实对，但在他这么好的成绩之下呢，我看了一下历史的战绩当中，确实是朴廷桓2-0领先，所以可能对于丁浩来讲，朴廷桓已经是他一个比较相对艰难的棋手，所以他自己也是憋着一股劲儿，肯定要突破他。是，点角，继续点角，这是我们肯定是，对。点三三依然是最流行的定式。对，这个地方朴廷桓他没有选择这个拖，他肯定是怕丁浩搬下来这棋，不然他可能觉得这个变化可能会不一定好吧。先，呀，啊，现我一在这个个，方向的话。这方向我看看。这也是点三三的一比个较复杂常的见，定式，对。拖，如果是现在这接个住。方向的话，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断的话呢，我可能就要加这个了，对，这样会，对你立，然后我呢就要杀你角了，因为，对。对，这样我可能好像得补一个吧。这样的话呢，因为黑棋这边有个手脚，所以呢，这个配合呢，黑棋还可以，所以那呢，白棋可能会选择对，虎一虎个。一个，他可能有点担心黑棋从外面虎，你如果这时候这个，你如果来杀他的话呢，比如说你做个眼，这个棋呢被逼过来呢，冲了逼眼，我把你眼先灭还挺严厉的。了，可能，黑棋弃子的话呢，可能黑棋还可以，所以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啊，配是合不的是？问题，他可能考虑到配合的问题啊。对，朴廷桓他没有敢这个拖影，他觉得，他选择的是顶，这样的话局部就会比较简单的定型。然后接下来黑棋是选择从这边夹击过来。好，白棋白棋尖。尖顶，防止黑棋尖起来。他肯定担心你如果从这边逼的话呢，那么黑他棋觉肯得定是一对，尖。他担心尖起来，所以这个顶呢也是这个常见的后续手段。这个局面，对，他觉得交换一下的话，如果黑棋再在这儿定型的话，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舒服的点。啊，如果说你从以后再从这边起来的话，其实脚上还有留有一些缺陷。对，反正因为但这一期大家千万不要去搬这个。搬的话呢，被白棋虎一个呢，就有可能稍亏一点。你如果这样想，撑得太满了，把它打了。这个局面呢，可能白棋呢，以前如果这边是白棋子的话呢，白棋可以考虑顶。但这个局面呢，白棋加一个就可以这样也限制住了黑棋这边的发展。所以呢，一般尖顶的时候呢，黑棋是长的。那么交换了这下之后，白棋再从这边加过来。然后丁浩又转到了下边。其实这棋飞一个也是很大的一手啊。尽管来说，其实这个飞分成这样跟尖起来也各有优劣。这个但是呢，丁浩呢，其实当时呢，他这个在这边加白棋的时候呢，就其实他就是想了这个跟争子有关系。对，另有用意啊，就这步棋呢，引到了这个地方的对，我争们看子。就是这样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就这个局部黑棋有一个常见的定型手对，段。以前白棋可以打这个，然后打，就是打拔嘛。这样的话，如果本来没有这个子的话，你对，是争不掉的。对，反正这个棋呢，被黑棋如果直接争掉的话呢，黑棋总是要稍好一点。大家记住，所以他这个现在是一个起到了早就的起到了这个对这边的定型起到了引针的作用。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图之外，就算白棋实战对，是这边，是，但是这这样，个争子也是有关系的。是，对，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白棋本身的定式是单飞的，对，但但现现在被争掉了的话呢，白棋就稍亏了。对，还是不太满意啊。你即便在这边引针呢，
但是呢，黑棋呢，将来这边呢特别，比如说我就算走一个吧，走一个，或者随便走一个吧。对，如果我补一个，将来这个地方逼过来呢，可以考虑从二路逼过来，这个棋非常的大。对，白棋很有可能就要自己苦活在脚上，这个效率不是很能满意。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争子不利的时候呢，白棋要选择搬这个的下法，不能轻易的被黑棋争吃。接下来这就是也是定式比较必然的一个下法，打好白棋飞，对，没办法，它是不能跑的，你跑这个地方被我拐了，这样爬出来以后，这个脚上是不能死的，死掉的话呢，黑棋呢，实地太大，所以白棋也没有办法，只能走这个。白棋相当于是一个苦肉计，就是通过这一下交换，让你争不掉我。是。然后黑棋是选择了提。对。这也算是一个基本型。对。然后下到这儿的时候，白棋因为上面是黑棋的子，他觉得比较坚持，这手棋必须要走。对。然后黑棋的下一手啊，也跟着跳。对，其实我印象中以前还是飞这个的。跳了一个，丁浩呢下了一个不常见的一个下法。对，这个感觉过去可能很多棋友都见过类似的棋型。然后下在这儿的话，感觉对上面可能会影响一点。一点对，但同样的，对这三颗棋子的压力肯定也小一些。那下成这样，这个右上角告一段落，白棋抢到了这个飞，也非常的大。当白棋变厚了以后，其实黑棋的这颗棋子就显得它相对薄弱一些。这反正因为你不飞，被黑棋飞起来就是非常大的一手。黑棋也小尖，比较坚实。然后白棋飞这个。飞这个呢，可能这个地方定型呢是稍有疑问的。它这个局部可能跳这个好一点。这里是要点。跳呢，如果你我们先看最直接的冲断的话，冲断我，那我就顺势的这样跳一个。对，如果我走中府的话，对，那我就双嘛。这样能感觉到黑棋这里的头比较软。然后同时这个中央因为气紧的关系，其实黑棋还需要补棋。对，所以看上去其实黑棋冲断效果并不好，并不怕。你如果从这边跳呢，这样顺势再飞过来。这样可能比实战呢要流畅一点出头。对，可能朴丁桓也没对这个对丁浩这个跳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摆过，估计对，所以他实战是飞一个飞了一个。但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跟刚刚黄老师摆的图相比，刚刚其实有点像对跑。但现在当黑棋飞到这儿以后，其实黑棋的眼型是比较充分的。主要你被这一飞很难受，你局部你总不能去压一个呢，黑棋就太舒服了。这个棋型白棋太难受了。你如果在这边走的话呢，他有可能就走这边，他先手便宜一下。你再搬出来的话呢，都轻了。他这一搬住的话，你不一定好动这个棋。你这地方不好出头，这里面白棋。对，但是呢，像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棋型，这个是好点，但现在呢又冲死了，对，又不成立，所以其实这个棋型白棋反而也有点下不动了。对，所以白棋一看局部走不好，他就只能脱先了。然后走到这儿拆一个，走这个他就是瞄着这个扳了。下一手，下一手你要不理我的话，这个就很严厉。对，你如果没有这一手棋的话呢，黑棋就吃了，然后飞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拆也基本上是绝先的意味。黑棋会通过力的方式补棋。同时这一步力其实对于黑棋在这一代的眼型也是比较有帮助。很大的援助的意义，这个手棋。然后白棋走中府。反正下到这时候黑棋布局还可以吧，因为主要是白棋这个地方定型稍微亏一点。对，而且这样也形成了一盘就比较打散的格局，就双方都不太会形成一块巨控。对，反正这个棋感觉上全盘黑棋比较坚实，你看，黑棋感觉比较容易掌握，现在就唯一的就这两个的稍微就是有点薄一点，或者是没有那么安定。黑棋其他的地方都很坚实。是的，黑棋先飞。白棋跟你。通过这两下呢加强一点自身。对，他就是多这样直接能够
步调快一点，能挣到这边。嗯，也是为了能够把头撇过来，他在这儿定型了一下。嗯 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一个中盘了，差不多啊。调定环要冲击这个黑棋，他觉得这个棋形有些弱点。嗯。但是黑棋实战的应对呢，也比较强硬。对，他这个棋啊，黑棋从这个棋理来说还是很对的。嗯，因为他想办法把这两个都看清了，弃了。对，因为如果你无论是这样或者连这儿的话，那很明显你这个步伐是有点大的。嗯，而且同时这两颗棋子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如果说像他实战的思路，比如说我在这一带定型的话，那么白棋再来吃，其实也就是六七目棋，对，不是那么的担心。所以他的思路就是我从外面逼你这样的方式连回去。这其实白棋被一扳的时候挺难受的，因为白棋这个棋可能还不如单冲一个，哦，反而不如这样。对，单冲一个呢，反而是黑棋的借用少。因为现在黑棋这边气也比较对，紧。你冲我就断了，直接就断了。对，现在黑棋都有点来不及，走不对，到。你但如贴果你呢？不冲这一我就下，贴过来。白棋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厚的，对，因为眼见的这里要补，然后这里这还要有断冲点。断。对，所以其实单拐黑棋也有点难受。对，白棋来说可能是单拐一个好一点。它实在因为冲这被白棋黑棋扳，你就变得很难下了这个局部。你也不可能从，也不肯从这边扳。你扳的话，你正常扳我就接住。你这个地方你要出头靠的话呢，就相当还有挤这个棋，这个局部。挤一个也很难办这个棋。如果你跟着硬的那我话，就打。这个看起来我也得，比如说我就尝一尝吧，对，我得硬。尝一哇，个。其实光这几下白棋就很痛苦了。关键你这个地方棋形是不是还有点怪？气有点紧，我这一挖。你还拿不住我这个对，棋，你如果是这那个，我这一都打，这感觉很难办这个。因为你现在是有点粘不上，粘再对，被我一粘，这边还有冲，对，所以这样白棋是非常重的，所以白，反而有点不好处理。所以实战白棋也没有办法，就对，把黑他棋觉断得这个地方不好走应。不好了，直接搬走里面的话，这里面，而且这地方关键你想吃这几个子，这黑棋将来有一跳，吃的并不会特别大，对，如果你只是从这一线的话，以后黑棋就这样先手，那你可能也就是吃了十来目。所以这个地方好像白棋下的反而把自己下的有点重了。黑棋顶，这个时候对于白棋来讲也有点难受。对，你其实挺想从这地方打出来的，打的话他可能还是怕黑棋拐下来吧，对，现在的话，眼见的这里有点薄，还有就是这里应该也不能不要，这不太好。那你这个被我拐一下，你能贴着吗？贴可能贴不真是贴会被扳我。因为这个棋啊，棋就是白棋比较困难。它拐的话呢，你如果被我活到脚上去呢，很容易落空白对，棋。落空。你本来是你这三个子这样爬过来有接近20目的棋，是。这样的话，将来这边还有靠下来黑棋。但如果你想走到这一下呢，看起来因为气紧，就也有点担心会落后手。是。对，所以这个形状，白棋虽然很有心情啊，但可能有点过分。他没敢那个什么，对，往外面但打。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挡呢，就被黑棋一虎，这个棋形也很难受。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的拐这边拐啊，这边。这个也挺，感觉白棋在这一带的这个章法不是很有条理。反正黑棋现在它比较的灵活吧，可以这两个子是可以弃的。这边呢，黑棋可以想办法往这边转身。所以黑棋实战就下的简单一点，还有虎。对，这个时候因为中间这两个子呢，白棋也不太能在这儿跟着硬，这样被对，冲回来，白棋一无所获，所以也是硬着头皮分段黑棋。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等于黑棋已经把白棋刚刚的这个基本空快是，要破掉。感觉这一串黑棋还是转身还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基本空。靠一个。安定自己的同时呢，也让白棋进一步缩小白棋在这一带的失控。反正这个地方丁浩就在这边腾挪吧。这个棋，他可能，他如果其实第一感总是断一个，
但是他可能觉得担心这样被黑棋这样简明的定型的话，有点难受。对你大概，你如果只能，你现在只能打这个吧？你长好像被我被挡，对，被我一挡，你本身的局部就已经拐，我可以搬下来。你吃掉，即便吃掉我脚，我黑棋外面已经。好像已经不太行了。对，但我如果拐这边被这边搬，也有点残酷、嗯，所以我可能只有忍。那他就是从这边打了，他觉得可能这边打了、嗯、直接一冲这个棋，有可能这四个子就无疾而终。是，而且黑棋一旦要围控的话，还可以连搬下来，其实这一带还是挺实惠的。是。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白棋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上脚上了啊，他只能选择了外面。外面。而黑棋接下来的一手呢，也说明了双方这个时候对于外面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对对对。对，普通来讲，黑棋可能就吃一个。是。啊，或者是你可能看中脚上，但他现在是顶在这儿。对，顶一个就是明显对外面的影响力要大多了。嗯。他显然是不怕你来吃他脚的。对。吃你就吃。嗯，你就立一个。只能接住吧，这样他还是可能刚才那样打了冲过来。嗯，这样的话呢，跟前面也差不太多。他甚至就是我简单的就这样搬了长一个很厚实的这样走，嗯，好像白棋也感觉很难受。对，因为如果你现在应这边，我可能都可以从这边是拉出来了。嗯嗯。但你如果再应这边的话，这个先手也是白棋受不了。对，嗯。所以现在呢，反而这个脚上啊，我们虽然老说金脚银边，但现在呢，顾不上了啊，中府这会儿的战斗是更重要的。嗯，所以白棋先靠一下，嗯，那就先把自己三个子送死，然后再选择从外面过来。那黑棋就相应的可以收获脚上的失控。这手棋可能是这个局部啊，可能虎一个好一点。虎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立你再立的话，我接住啊，这个明显好。对啊，这样的话跟你实战接的相比，眼位差好多。同样先后手实际上是一样的，嗯，但你等于这个子能放到这，那就好不少。对，白差一个眼。嗯、那如果说白棋打吃，对，打吃我就接住嘛。嗯，这也不行。你大概就你如果走外面的话呢，就是、我就拐过来，嗯，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活了十目出头了，本来是白棋的二十目。对，很可观。对，一来一去差了三十多目。嗯，白棋呢想从外面这个吃这些子呢，而且这边还差着手棋，可能没有大那么大能找回这些损失。白棋，嗯嗯，所以这里可能是丁浩可以、稍微好一点，对，倒虎一个。实战的话，毕竟粘完之后就让这手棋变得特别的大。对，粘完。白棋这一立啊、其实黑棋整块也没有活。嗯，所以这步棋可能小有问题。对，那当然黑棋抢到先手以后呢，啊，从这边飞出，啊，去追究白棋这个棋形不完整的一个弱点。嗯，这时候就很关键了，这个棋。嗯，其实这种棋，一步棋有时候没下好就，对，之前的努力可能就都白费了。实战我们看看，实战它是搬下来，丁浩显然是对这地方早有那个准备，白棋通过这个顶，能够，反正你不管怎么下，你断我估计他也是从这边打的，嗯，然后把这个子弃了，然后呢吃外面这两个子应该是，对，但这样的话你还没有交换到这一下。对，有可能以后还不一定走得到。嗯，然后实战的话，等于是相当于这里交换一下，但还是下成这样。但是这样结果呢，黑棋呢总是最后实战下成了这个结果，觉得黑棋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棋。嗯，等于下了半天，杀了半天以后，黑棋这个自顾太成功了，都活了六七目。对，白棋的本来是一个大边，嗯。就说这个时候其实我看这个白棋能不能有更好的下法。嗯，实战虽然这样很简明啊，但是从白棋的角度并不是特别的满意。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这个问一下这边，问一下你正常是断吗？跟着硬，我这样就算普通的接住。如果我能得到这个先手的话，我这样飞过来，这样的话呢我这两个子后面还是有点不肯死。嗯，至少黑棋也不太可能再吃成那样。对，这样不管怎么样，其实因为将来差不多白棋这个尖是先手跟这个尖，所以这样的话黑棋
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办的，嗯，但是你如果也有可能，你这个就转换了。我们当然他有可能就是对，冲的时候呢，你就吃这边嘛。是这样，那白对，棋那白棋就把这个相应冲的死吃那两个，了。也是各有收获，而且都挺大的。白棋主要有可能以后它不一定走得到这儿，对，这个是走不着对，但是这一边其实黑棋局部来讲也很惨，就是下的不是很舒服，可能对，只有自己提提，一个。对对对，也许白棋这样转换可能会更好一点，跟实战结果相比。嗯，但从实战他的选择来看，可能朴廷桓是判断应该是走不到，他觉得。对对。嗯，但如果说以实战的进程来讲，白棋这个战役从自己主动出击开始，并不是很满意。对，黑棋获得了成功以后，嗯，黑棋等于不仅破掉了白棋原本边角的空，而且呢，中府其实也比较厚实。这样的话，其实看成上面跟下面见和，白棋在这一带的收获并没有那么大。接住，然后白棋走一下，这个是他的权利。对，冲然了一后，下，嗯，断，然后然先，后啊，接在这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下面这个挡非常非对，常黑棋大，这必须要所以跳了，黑棋赶这紧。个先手十几目，这个大家不能那个什么，把这遗忘。对，这是黑棋的权利。然后跳完之后，其实能够眼见的就是上面还比较空，黑棋要怎么去定型？对，反正下到目前这个，我觉得丁浩这个是很好的形势了。下到目前，因为这个朴廷桓还是一流的棋，超一流的棋手，应该是说，的。丁浩呢今年成绩这么好呢，尤其是21年下半年，所以我们对他的，其实我相信棋迷对他期望肯定也很高，是。也希望他在国际比赛呢有一番作为，就在接下来的，对，因是，为今年丁浩的表现绝对可以说是国内之王了，就是对在对所有对。的杯赛当中，还有包括在野狐一城的这种网上的这种争霸赛当中，他也都收获了冠军，所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对，所以我现在这个朴廷桓呢，也确实在联赛里面是他一个很好的试金石，看看丁浩到底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啊，也为将来这个我世们界对大他的赛期做待，好对，准准备，备，对，对。那接下好，来黑棋抢到先手是从这里逼住，这步 B 呢，可能是稍微有一点松整这个局部，可能还是这个局部啊，应该靠一个。对，如果我搬的话呢，搬那我就连搬，哦，这样的话反而就是你在考验对，我，你可能也没有什么考验吧？你如果打出来好像不太成立吧？你这样的话呢，被我挖打出来，你可能还是你要想这样打过的话呢，这个负担太重了，这个将来对，但如果我只能立的话，等于是被先手分断。对，那我这立先手分段完，我再从这个逼过来，不管怎么逼。那这样的话呢，黑棋还是收获非常大。我本来其实目的不就是为把这个空给守住嘛，把这个角。是的，所以说白棋可能就打出来有点过分。如果只能接的话呢，那我再接上呢，这样的话呢，明显比实战这个 B 要好多了。等于你相当于白棋二路尖了一下，对，但可能丁浩呢，他可能有点担心白棋这样搬出来，我估计是，这样的话呢，你打呢，被他这样一打呢，他一挡这个，因为白棋现在那边真字有力，拐的时候呢，白棋可以长，可能丁浩是担心这个突，但是呢，黑棋呢搬的时候呢，这个局部有一个二路搬的这个棋，这步棋还挺。对，不有容点易出想乎到，意料，对，不太容易想到，因为一般这种棋形，咱们背一对，扳肯定要对断，呀、啊。因为你这样打的话呢，它同样可以同挖样吃是出来，可以分断它可白以这一棋，长。是的，就等于白棋呢，同样是如果你走别的，脚上就死了，对，你如果你立为的了话，活，那么你还是一个跟后刚手，才那个图就是打八二路有点大同小异的感觉，黑棋再逼过来，这样黑棋也非常的满意。对，通过进攻白棋可以自然的围控。这个，所以这里呢，也是有的时候 AI 它特别紧凑的地方。对，你如果单粘的话呢，黑棋可以往里面藏。这样如果我打下去的话，这样我一冲，我再一扳，这个角上呢就把你给吃了。
因为现在我冲是不行的，我得往回站。对，你冲被我一断就不成立。那样换了，把脚上吃了，还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你还得插一手棋。对，所以呢，可能丁浩呢他没注意这个地方有这个阿鲁班的手段。对，有一个抢手，特殊场合下的一个手段。所以他实战可能觉得这个 B 也挺积极的了。对，只不过跟这个靠相比呢，再稍微松一些。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AI 虽然给出来的胜率哈，但是有的地方它对于我们这种紧凑度要求也很高。对，你可能松了一下，这个棋就没有你想象中好那么多。对，你关键得知道后面怎么后续手段怎么下，有时候是的。比如现在 B 住之后呢，白棋一打入啊，这个白棋的差距，如果说之前这一战啊损失的比较多，那从这儿开始呢，可能就逐渐的在接近。丁浩呢，他实战，所以说他这个 B 啊，他可能是瞄着这个点的手段，有后续手段，他觉得，但是好像效果并不一定理想。对，这里也是体现了一个人类和 AI 的判断上的差异。对，从实战丁浩的选择来看，他肯定是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手段很严厉。但我们从 AI 给出的参考来看，其实反而他一直觉得，就是如果你这种方式去吃脚的话，脚还相对没有那么重要，不是很干净。我们看这个点，放下来，白棋挡，它是棋啊，对，白棋是选择了挤，其实白棋即便就接住这样的话呢，黑棋也是要顶了去扳的，对，靠这个脚上这个打劫，但关键问题是白棋扑完以后呢，对，白棋可以脱先，白棋脱先，我即便尖出来什么的，你这一手棋还补不干净，是，而且挺重的黑棋，所以可能吃这个啊，不是一个对这个点的手段并不是很严厉，可能还不如这样先把角柱飞一个守住，将来再伺机在这边出棋可能比较好一点。对，反正丁浩呢，从这个 B 开始呢，这个棋呢可能有点陷入一个迷茫吧，他可能是太重视这个手段了。对，他这里肯定是连贯的思路啊，但是从我们这个 AI 给出的参考，就在这个时候白棋顶的时候，他认为黑棋更好的呢还是回头走外面，对吧？对，这样的话白棋虽然活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呢在气有收气，对，通过这个收气，可能这颗棋子白棋就比较惨。是，黑棋大概立，然后我在这边什么攻他，把它跟收了，对，对，这样气质可能更好一点，比实战。对，但实战可能丁浩已经是连贯的思路了。对，他肯定是很，已经执着于这个吃脚了，他现在已经，对，所以白棋搬出，其实外面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对，你主要是这个脚吃的，将来被黑棋白棋扑到一下，又是一个消不干净。对，你一手棋还走不干净，我们看扑完以后，你想从这边吃的话，那将来还留一个这个一路扑的这个棋。对，虽然我是缓气劫，但是你终究不是进吃。是，所以而且现在的话，随着白棋搬出，其实外面都有点攻守逆转。对，黑棋马上需要处理。对，黑棋又是一个比较坚实的尖，被白棋先手哇吃一下，这一下也比较的痛苦。没有感觉到黑棋本来刚刚如果长到外面是一个很完整的后势，现在其实光这打了挖一下，黑棋中间也少了快一个贴目，然后这样的话就更显得这个脚上的价值没有那么大。对，主要外面这个白棋主动的变成这个作战，对，所以这里好像黑棋从 B 开始，包括这个点，可能是一个有点问题的一串定型，尤其是接下来被白棋扑到这一下之后，白棋扑了是吧？白棋先没有跳，先扑了啊。对，把这下扑掉之后，就像刚刚黄老师说的，这个黑棋脚上已经补不干净了。然后再回到外面的战斗，就是通过这个定型，黑棋如果说之前有优势的话，可能这一个战役不仅把之前的优势可能还回去，甚至现在的局面可能还有点困难。不过他倒是这个棋大家注意啊，黑棋这块棋还没活干净啊，他顶完以后这边将来白棋二路一点，黑棋还没活，对，所以更体现了外面的价值。是是，这后包你将来比如说跑着白棋这多子多了以后，你那边还差手棋，大家注意。对，所以现在对于黑棋来说是需要想办法，对，黑
七，先把这个子拉出来。白棋七，七。白棋这个时候也啊，这个地方倒是丁浩大下的挺好。嗯嗯，也是挺紧凑的，反正从。实在是你挡他一尖，这都下得挺好的。嗯，都在棋形上。嗯，对，相比于可能棋友们容易想到的这个，对对对，但其实这个你就让白棋顺势一贴。对，那这个子明显不如尖在这好了。对，嗯。所以同样，如果你都预见到白棋这么下的话，这颗子一定对这边的压力更大。对。嗯，然后黑棋的下一手是单长。嗯。现在这个棋就变得很复杂了。对。这块棋在跑，而且这个脚上这个劫。很奇怪，白棋走呢，白棋画一手棋、嗯、下一手也消不干净，反正这个劫很难，这个局面这种劫是的，就白棋你再走、嗯、那我黑棋也能扑你、嗯、那同样的黑棋补我也可以扑，对，这几个这几三块棋纠缠在一起。嗯，还有刚刚黄老师提到的，就这块棋对对黑棋要注意，白棋也是有可能又把你、嗯、比如说我顶交换之后、嗯、把你也卷进来的，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比较难把握的。那么现在黑棋是单长在这，而且我数了一下空，这个棋好像白棋目前呢，从实控来说，白棋还是领先的，因为这块毕竟很大。哦，黑棋呢得把，就是说无条件的把这个吃了，才能保持平衡失地。嗯，其实对比一下，就是白棋跳完之后，嗯、本身该黑棋下、嗯，其实黑棋这里长一个实木棋应该不难，但现在如果说你吃不掉这一块的话，嗯、其实你这块也被白棋破了。嗯，对。还是看这地方攻守吧，最最终的点进来。嗯嗯，黑棋冲，嗯，白棋搬，对，嗯，现在黑棋对只能、嗯、因为这个断点也很严厉，嗯，只能这样定型。啊，吃吃，嗯，粘上。下到这儿的话，其实就像刚刚黄老师点的目一样、嗯、其实黑棋的实控好像眼见的就剩下这个角和这边、嗯、然后上面这一带已经不太明显。嗯嗯，其实这个棋黑棋从局部来说，我这打是先手，嗯，这个是白，又挖了一个还是挺大的一手棋。嗯，如果我打吃吃，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吃、嗯、再打、啊、这样吃，这样打，这样争取把白棋逼回 去, 逼回去啊！如果能让他到这儿的话，这手棋整个厚薄都不一样了。嗯，这个、可能我对，可能我只能以后拐对拐一下算，拐我接住。嗯，因为你这个地方你还是不能被我搬过来，我就顶完搬过来。嗯，嗯，因为你这做活啊，我必须要有个一路打，还有一路立。哦，跟这边都有关系，我就打进来不活。嗯，所以有可能这个瓦呢，可能是先手。哦，很大呀、啊，这步瓦。对对，嗯，确实。嗯，实在呢，丁浩呢，反正这当这中盘这时候都很难了。嗯，他可能又想着丁浩呢，又想着将来从这边搬。对，嗯，这里到底是要哪一个，也是有点纠结的。嗯嗯，但从厚薄上，黑棋这手棋还是很有价值。可能还是在这边比较着急一点，就是。嗯，实在是顶了这个，对，他是从这边过来、嗯、通过就是让白棋可能围这块空能够间接的对上面，但这样的话、嗯、可能这里的这个大的就会被白棋抢，白棋可能应该出头现在。嗯，白棋实在没有出头，是也许这个出头很比较大，这厚薄关系影响很大，你搬我就顺势搬出来。嗯，这个地方你现在可能挖不动了，你这个因为有一搬，对，如果你来不及走这些的话，其实黑棋自己也没有活，对，这个被白棋出头的话，这个就是厚薄就逆转了。嗯，所以感觉在这一带可能双方都低估了这个挖的严密性、嗯、就没有觉得这个挖这么着急。嗯，或者是拐，不管怎么样在这边走棋还是很重要。嗯，白棋实战是跟着飞。嗯，然后呢丁浩跳了一个，跳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如在这边拐，哪怕拐一个把这个封住也好。嗯，逼迫白棋在这边立，嗯，所以丁浩他可能就一直想着从这边搬，我估计这个棋，对，想着搬你将来这个地方不好活，活我这个打了立，你就冲了打，嗯，对，他的思路可能是我如果从外面远一点啊，慢慢的建立一个包围圈，那、嗯、这步搬就超级严厉，嗯，他等于是从外面徐徐图之的这样一个思路，嗯、对，那现在呢，朴廷桓突然发力了，好像把黑棋断了，好不好是个疑问了、啊，嗯。
其实白棋现在冷静的这自己走一个也挺好，因为这个中间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目。这样的话呢，我先把这个自己走后呢，这个地方你要杀我肯定是这，毕竟将来还有个劫嘛。白棋这个弹性比较大，可以回旋的余地比较大。我先把这个这手大棋，这种是一手棋走了。对，但实战的白棋呢，发力就了。转了，像瞄着这块黑棋还。对，突然发力了，黑棋胆吃一下。然后黑棋是靠。靠一个，反正这个地方突然就混乱起来了。实际上黑棋正常呢，如果挖一个呢，我就打掉这一下，打掉，打掉再挖呢，你可能还得在这边走。我就这样正常的下一下呢，这个棋还是很漫长的，黑棋呢也不一定就差这个形势。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黑棋多了这个交换，其实白棋这一带的联络并不是特别的完整，然后包括这里也围控也受到一些牵制。就将来有些什么靠断什对么的，对对，感觉如果说黑棋是个完整的话，白棋这里肯定欠目。对，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刚刚还没有联络的话，那这边出有个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甚至白棋，比如从这一带过来，你可能还要联络，我就可以反而白棋还可以围目。这时候丁浩呢靠一个呢，这也是正常的感觉，手筋可能，因为靠一个你再下一手不能被我拐打过来。对，但这样白棋应该会弃和，是这个，一下子双方在这里可能，黑棋要看就是把白棋分段到底能收获多大的利益，黑棋相应的把白棋分段了，现在就看白棋在这上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刚刚说了角上呢是一个劫，但是白棋呢如果自己补也两手都补不干净，所以白棋还是想先从外面找头绪，打吃完了断这个。这个地方是不是顶过一下？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看一下，是的，是在在这步棋的时候，在粘的这一瞬间，就是冲了粘这一瞬间，他可能觉得要把这下定型一下，这一下双方是交换过的。然后现在白棋再来断，这个断确实很晕。都没有活，都没有活。然后他打吃，然后白棋是长在这儿，那意思应该就是说，对，你如果敢分断我这边，那边那就对你这边应该是需要处理的。黑棋必须得补吧，好像，对，如果不补，刚刚说了这一点，局部是没有眼。所以长的又时候，对翻于了一黑下，棋来说，可能需要补。他想先在这边让这个提变成先手，再补活，他可能是这个意思。跟白棋相应的就从这儿，双方又转换了。提。对，然后其实看成这有先手的话，白棋这里已经联络了，白棋是先从这儿还是想逼的。逼黑棋做活。黑棋这里做活的话，稍微有一点难受，就是他只能这样活，他是觉得这样关，便宜了一对点。对对，他觉得对，对，被这个白棋逼，猴，不然被猴了搬粘是先手，他觉得这样的话，你以后也就是打吃或者吃这个。好，那这样黑棋做活之后，白棋选择的补了一个，这个就是说，这里。给干这净。本来也是有一手棋啊，这手棋，因为你将来就打劫就变得很急迫了，而且他这个接以后呢，让这个打变成先手了，是不是这边已经快联络了这块棋，这两个现在有了这个接以后，这边黑棋好像也不太好分段，你比如说这样分段的话呢，对吧？这不好分段，这个地方已经联络了，基本上。黑棋只有就是之前你可能得什么把这下苦肉计苦掉，然后可能有可能分段白棋啊，但是这一下又非常的损，轻易也下不出手，所以看起来白棋已经联络了，所以白棋是面临这个或者是在这边定型的选择。实战朴廷桓是选的这个，但我在想，他这手棋是不是还是应该走这边？总感觉那个也很大。因为你来好像想杀我也不容易啊，你这个你现在要来杀我，如果走这个的话，应该是。那我哪怕现在我再接完，我这个不还是先手吗？我就跟你打劫呗。对，因为那个劫对黑棋来讲，
啊，但他会不会觉得这个节没有那么重？就因为我也都连了，比如我就吃一个，吃这个吧。这样你如果搬，我就给你开节。我甚至我就是好一点的话，是不是还得我先接定点？嗯，接你冲，我再冲这个。然后顺势，对，是这样打，好一点。这样你接住，我再给你打结。嗯。反正他实在呢，这个呢，他觉得这边不是很重要，他先让走了这个，先把自己走后了。实际上，对，它这个是最安全对，的。这手棋实际上他可能觉得呢，一个是自己活了，二个黑棋还没有联络。对，就目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安全的。是的。好，那我们来看，白棋走了这个之后呢，黑棋相应的这个非常大啊，但就是要我走。一看这个胜率，好像黑棋现在变得很接近了。嗯，应该是从。这后面白棋其实处理的并没有很简明。本来白棋如果比较下在目上，然后又保持自己的安全的话，是有一点点优势的。现在呢，又非常的激烈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黑棋这里由于有这个一路利的先手啊，白棋其实你就算补大完，家看啊，这个棋相当于白棋被一搬以后，你是活不是活棋，白是一棋个如打果劫活。对这下走相当于你这样的话啊，我们就从局部来说啊，因为这黑棋利是先手，对，我如果补得一你个，得补，因为你不补的话，被这一路一侯，嗯，你比如做活的话，那这几个就死了。对，进死了，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利是先手呢，相当于打进来这边是一个侯掉，是一个打劫活。嗯，所以这个地方扳看来还是很大，就对，扳完以后，这个局势一下子，我看这个胜率就已经拉近。嗯，非常接近了。那现在呢，黑棋搬，白棋搬一下打吃也是比较必然的。然后黑棋打吃，白棋提掉。丁浩可能觉得直接来可能不一定好，他也没有，因为你直接走的话呢，这个白棋搬本身还是一手棋，直接打劫他可能觉得直有接，损的可能性。直接他劫财也不见得够，他应该是希望我如果冲，你跟着我硬，然后我在这儿便宜一点，以后我可能在那边他好一这点。个冲，对，冲是。但也不是决心，因为我们他刚想刚说便宜了还白是棋，想便宜？对，他就问你一下吧。对，你如果联络的话，你只能藏这个。那你先手这被我冲两下，那我还是，明显有便宜的，这便宜就多你了。如果只能这样。我相当于连上这几个都可能不好跑。对，有一天黑棋是可以走这儿的，等于通过这几下，我已经把你感断觉开。这个冲应该是好棋。你如果走这个的话，那我立马就冲过来，对吧？先。比如说，这个他试下硬手这个意思，我先冲两下，我这将来再立的对，话我呢，就没那么损了，我等于这里已经交换这几到个了。先便宜以后，我再冲这边下，对。是不一样，试一下，是的。但刚刚说了，因为上面是打劫，所以现在冲呢也有冲不到的风险，是这样。他走朴了廷这好像是选择了又抢这边啊，这盘棋确实很复杂，的头绪都很多。一旦被白棋走过来，我们刚刚说，虽然黑棋老说你没活，但其实你自己也要注意，自己也没有活干净。所以黑棋是跟着硬了，跟着硬。但这两下交换是不是感觉白的应该不会亏？但是你交换完了，你这个棋将来就是，更不活了，是吧？我这顶了利打进来的话，因为你本来没有这两个交换，你顶了利，这个地方你挤还有可能是先手，有可能至少白棋往外尖什么的时候，这块棋还是有很有活力的。你这两个交换完以后，被我打进来，你就彻底的变成这个大龙变这个大块变成打劫活了。黑棋多了这手棋，它也是有价值的，这手正。那交换完之后，白棋是补的这里，那看来他还是不愿意。就我们刚刚说，被先手被冲便宜，两下，他要吃在这儿。啊，现在应该说非常乱了，就是黑棋上面，现在立应该是先手了吧？黑棋现在立了，他立那就黑棋这两个箭合了，这个猴跟这个边打劫，诶，白棋不是团住的，白棋是补在这儿的，还挺有意思的。
他看中这个子的价值啊，就目数上应该是这个好一点。嗯，但他觉得这个子可能对中腹有帮助。六目，但是他这样将来打的话呢，他这个是稍亏的。对，明显局部目数是亏的，亏了两三目这个下面。对，嗯，但上面的多这个顶，对上面确实，他比较看重上面的帮助，顶在上面。嗯。现在黑棋先冲，丁浩贤还不满意，他觉得这个吃了被白棋跑掉了，他不满意，他这个侯掉，他可能将来还想从这边一起打整块棋呢，歼灭这个白棋，这样打，这样打劫。嗯，所以也侧面说，就是如果说黑棋现在侯先手，白棋补，他觉得形势应该也没有很满意，嗯，至少没有觉得很自信。所以他可能先在这边制造劫财，或者是在制造劫财过程中呢占点便宜，我估计。对，他比如说你现在没补之前，这里你是不是可能要下的松一点，我争取先占一点这个棋盘上的便宜。哎，但是他冲完以后啊，选择的扳，这里扳会便宜吗？扳一个确实是不太能理解这步棋。对呀，因为我本来是可以跟你打很重的劫呀。而且你扳我，即便我跑了，你将来不还得插手棋吗？这将来有个扑啊。对，理论上来讲，如果现在让我选，我这是活的，我肯定放这儿更好。对，你从局部来说啊，不，我看错了，这个地方下将，这个地方打了还有扑。哦，对对。那就说这没什么用，嗯。哦，那不行，那不行。那他将来还是得想办法那个整体来杀这个棋啊，或者是先。制造什么劫财？嗯，那就可以理解了。不然的话，如果说猴能吃掉的话，那扳肯定不好。现在的话，就是扳等于是看你开在这儿还是开在下面。嗯，开在下面的好处就是白棋要扑进来，但是呢，你其实很轻这个劫对于白棋。但如果你开在这儿，就是整块棋。嗯，实战是开在这儿。但从胜率上来看，这个开劫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哦，它关键是好像可能白棋现在有可能能把这手棋特别大，他可能是应该拐完以后在这边走。啊、嗯、哦，这手棋太大了，这手棋逆收了十几目。关键你还冲了一下。对。你如果说本来被我挡的话，你不冲一下，处境还好一点。就是如果你这儿交换了一下去开劫，这手棋就无限放大了。对。对，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劫，白棋开上来。哦，白棋直接开啊、嗯！白棋开上来，然后找这枚团是劫财。嗯，还没有打。哦，还没有这个。嗯。硬。啊、哦，白棋开上来应该是要觉得这块应该不硬了吧？可能是不是？他这不能死吧？还是可以硬？对，这个劫白棋是不能输的，他既然打上来了。那也就是黑棋如果找这个劫，他应该就不要了、啊。他可能觉得反正这打输他也没事，白棋他觉得打输了嘛，跟黑棋补是一样的。黑棋接一个，跟他这样踢的手速，嗯嗯。哦，但实战白棋就转换，他觉得这边打，被黑棋扑、嗯。他关键能抢到这个，我估计他是。啊、哦，他还在中间，他还要再腾挪一下，嗯，他可能觉得能占点便宜、啊，嗯，其实我觉得白棋现在把这个打住的话，应该黑棋还是亏了，啊、哦，等于逆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对，这手棋太大了，对，其实，嗯，对，算一下总的，等于说白棋中间先抢了一手，嗯，然后黑棋跟你这开劫以后，嗯、白棋把这儿吃了，那死了、嗯，但这儿又加了一手，对，等于白棋外面其实多走了两手棋。嗯，而黑棋是等于相当于在这儿放了一手棋。嗯，嗯，这边白棋多了这些打啊，这几个打啊，都是有目的。但这个打这膨胀了很多这个目，当初呢跟这个 B 相比呢，当然黑棋这块多了很多，但这边也损了一点。嗯，主要这边膨胀的很大。嗯，本来我们给白棋点目是黑棋爬两下只有这一小块的、嗯，现在等于这个方块和这个方块都有可能是长出来的。嗯、当然白棋现在还在这。嗯，继续占便宜。嗯，哦，而且我现在这个棋有先手是吧？是。那我这里确实有点，对，有点味道。有很多的。这个可能也是白棋觉得能这么下的一个原因。嗯。就我下完劫之后，这有这个先手，黑棋其实有一点。对，挺难杀的。这个多的这个挤这一猴，你得挤进来。这边、嗯，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这个多一个扳一个，这样、嗯、这个棋 就够了。这一挤完一坐眼就活了。是的。嗯。啊，所以说可能白棋是觉得自己这里还有便宜可占。嗯，总的来说，现在这个局势可能丁浩有点
有点危急。你看看黑他棋是不是实战是冲，拐。他搬，他不能被他活了。对，这个的好处就是相当于先破白棋的眼，但是相对来讲也给了白棋转身的机会。因为白棋如果，比如说把这个子搬下来，其实我相对来对，说白棋它只能也转有身收了，获。现在不可能再走了。就是这么定性的。好，确冲刺。实，等于白棋占了点便宜以后再抢到这个。这个好像被抢到这个，我看这棋可能就有点难了。确实。平浩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形势呢不太有利了，他得拼一下。因为现在确实跟刚刚算的相比，等于黑棋真的就只是，好像就是最开始的拆边，然后全部守住的感三觉。十多目，大概跟自己补一个拆边，就算走一个，多了15目吧。也差不多。但白棋首先这里目涨了一点，还有就是这两手棋的价值。因为这一手棋可能就已经差不多快10多目了，而且白棋这地方还多了一个飞，再加上中间这些，这就是明显亏损了。黑棋这从这个 B 开始这一串的战斗，所以这步棋也是意识到其形实他势的一关种键进啊，步。丁浩他还是应该先拐完，他哪怕拐完以后再这样打劫，那就对，是完这全样不都一好样。很多。对啊，最好先是爬再掉，走对啊，你没有给白棋留，别给留白棋留这个逆收十几目，那这个局势那就可能变得很细了。掉。对，所以可能是这里哈，不对，知道丁浩当时还出得于什先么拐考掉，虑，没有把这下对，交换掉。最后结果下半天被白棋最后一手走到这个了，这个局势就太难了，这手棋太大对，因为你如果你想开劫，那你也别冲这个，对，最起码白棋挡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少冲一下也还差是多了，差目数三上四差。目呢，对，所以实战这里感觉还是他可能当时这两个地方对，到底怎么，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可能这个打劫的时候，所以现在黑棋是下在这儿进行拼搏，对，现在，白棋先分段，黑棋通过一个靠段啊腾挪，这也是。类似的棋形下，黑棋能够找头绪的一种方法，但白棋就吃这边。黑棋打吃，白棋提掉，黑棋粘上。现在白棋应该是可以选是都连还是吃这边，他应该是要吃连这个，因为黑棋现在冲段明显气不够，黑棋冲。哇，那这个丁浩就是玉碎了，不管这个棋看来是就对，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就是现在已经。然后它粘在这儿，白棋挤一下，但局部这个地方大概过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估计。白棋立，哦，那这么狠，因为大家看这地方，你走别的就什么一路跳啊，这个或 者什可么以过，一对路你利用飞，两边你的那个子都特别，一路飞，比如说我这个一路对，然跳后我再先怎么手，跳一跳，然后你硬。对，我再飞过来，这边有个打，对，所以白棋要主动，但是他上一手棋，他是走的哪？他我是，接的这个，对，就是说丁浩呢，他觉得这个棋呢，我如果直接过的话呢，他觉得自己空不够了，还要再争取一下，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搬到这，我看这也没看清，搬，就如果气紧，我还有可能把你踢掉，对，我这没算清，对，但这里需要看一下，就是打掉这一下以后，对于下面有没有关系？我一时也看不出白棋有什么办法。那他就是，他如果这个几次先手，他就觉得这样提了，他空还是不够或者说可能就是争取看看白棋有没有犯错的地方，就是我把你，反正我把你连出来了，看看你反能不正能有个对找点杀办之法，类的。是，实战是白棋挤了一下力，跳。但黑棋现在直接断显然还是不够的，这白棋就跟着对，硬，这边是没关系，接我接你冲，我全部都是连着的。白棋是连上的这两个子，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数气，可以看出来白棋的气更对，是长。肯定是不够这一，所以黑棋还需要但是他先，就是玉碎了，我感觉这个棋，哎，但是这个时候朴廷桓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这是为什么？他觉得够了，还是说他觉得，因为这里看起来是我，不是这个地方？他也，我这个双是，我要杀的话，我是不是只能尖在这儿，或者我就冲了尖，
看了街还挺清楚的吧？对，因为你如果被黑棋一路这个街走别的被爬过，还觉得就好像就过了。对，就等于我看成你现在这有个子儿，我怎么阻断的？对，只能是尖、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但是他是不是觉得这样被断了，这气还不一定呢？因为这样你松了一气的。对，这松了一气，他可能觉得不一定，所以朴廷桓呢，选择了对算了。那丁浩能接着还算是接着了，对，但可能因为之前的关系，就白棋跳在这儿的话，应该还是白棋好。跳，白棋跳。然后我们也追，差不多快追上了他们的进度。反正我们追上以后，给大家一个判断就完。因为这棋看来我们这一下，这个是讲不完了，这盘棋就是。对。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以现在的目数来看，应该是白棋好的还是挺多的。但马上黑棋在这个空里进行了最后一个他上一次他好像把这个打拔了，白棋对黑棋接完以后白棋把这打拔了。然后我们来追一下进度，给大家再判断一下这盘棋就差不多了。这里的话是最后一个胜负处。我看到说 AI 觉得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就吃这个是最稳的。就他觉得给黑棋也赢了、但是呢这个实战肯定是都要。然后都要的话就让这个地方产生了最后的一个悬念。藏在这儿，对。就等于说这一块可能跟这块要进行一个对杀。看一下。哎，这里好像确实是白棋还有点，白棋实战是尖在这儿，希望能够挖到这一下。然后黑棋断，白棋跳。这都是必然的。然后黑棋能够拐两下，应该也是必然的。应该黑棋气肯定杀不过，黑棋大概就是收一下，能够占些便宜，大概是。在黑棋这里也比较有意思，他挑了一个有迷惑性的。这其实我还是应该拐这个。对，因为你走这个的话可能攻气 多了一些攻气，正常来讲还是要拐，但他总归是给了你一个纠结的地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现在这样，如果提成这样挤一下。黑棋大概是不是要粘这个呀？对，不粘被一挤已经没有气了，是吧？我粘一下可能好一点。让你能多收一收，如果收这个我能不能顶一下？顶一下会便宜。我能顶得到吗？关键是。不，我这走还确实能，我清团也能走得着，就算这样吧。我团你也不能挤这个。团可以挤到这上面，挤走不到。那你被我团找一下，可能还是有点看不清了，拜。那这样我快一气。快一气，也是快一气。那等于是被黑棋收紧了。对，黑棋就收紧了。对。这样的话其实白棋虽然之前是不肯给这个子，但如果黑棋收紧这里长的木和白棋收的气来讲，其实还是有一点。反正这样黑棋有一点感觉上稍微有一点机会了。对，有一点变数啊。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完。对，所以说如果说刚刚可能觉得黑棋已经是有点困难要被判死刑的话，现在的话其实又产生了一些变数。那待会儿我们可以在欣赏完另外一盘棋之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下这盘棋的结果。反正看可能是丁浩稍微难一点，但至少产生了一些希望。好，那我们第一盘棋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保级区的比赛。也许你。